晋城，你还好吗？对不起。那剑长，要不要找个凉快的地方先休息一下？嗯，没问题，希儿也还能继续加油。而且，希儿也很想拿到冠军。因为等我们真的拿到了冠军，希儿再告诉舰长吧。唉，希儿看了天气预报，接下来的几天都是晴天，这种天气视野清晰，最适合驯服崩坏兽了。上面还写了，一旦和野生的崩坏兽四目相对，便会强制进入对战模式，展开一对一的战斗。哎，指导手册的底部还有一行小字。由于目前没能找到与崩坏兽沟通的可行方式，尚未确定他们是否理解一对一的含义。各位参赛选手赛出胆识，赛出风度。希儿觉得那应该就是一只崩坏兽。好的，舰长。那单挑赛呢？会和大家一起战斗的。
我会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。出发吧，审判时刻到。恰恰
我会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。开始行动，决战的时刻到了。作战开始 ，Roger 的，太慢了。解决我们的问题吧。
作战开始，目标锁定。呀，呀，太慢了。对，呀，呀，嘿，嘿 ，Roger 的。别着急，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。